那仨都走了，你确定三个人都走了？我希望啊，仨人我还认不清啊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们看着咱们，咱蒙着面呢。白灵总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过？咱这一共就四个男的，张金亚、晕着呢，唐欢不是咱俩是提线，你说除了咱俩还有谁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？走了，赶紧走吧，你走。谁攻击你了？你这边上有敌人呢，赶紧出去了。快，没事吧？是他们仨把蛋给领出去了。今天天还不错，他们出去溜溜蛋。你傻呀？他们把蛋随身带着，完了出去溜去。见过他们溜溜咱们吗？你说蛋又没有脚，咱俩有胳膊有腿的，溜咱们干什么玩意儿？哥，妈呀，妈！哎，完了，你整坏了！别整，把那个给我哥，别。你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把它安上，然后把蛋给我找了，听到没有啊？怎么就我给你安上，我给你找蛋呢？凭啥呀？你不找，我就跟悄悄说，说你上他床上一顿翻，不知道干什么。那不就你让我去的吗？我让你去了吗？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就算他们知道，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个吗？告诉你啊，先把这个安上，听到没有？给我安好喽。我拿工具去，我来安啊。自己一个人吗？对呀、啊，小希姐和婀娜姐他们都出去拔草，说要给她做一个小窝。都不在啊，太好了。聊了什么？恰恰，我就是来看看这个他。告诉你啊，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。真的就是来看看这个天气怎么样。小吃了他吧，你骗子。不是，乔乔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一开始确实是想吃他，但是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发现我真的被你给感动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。但是有一点我放心不下，因为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一定不能缺少父爱。所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忙，我们两个之间呢，正好需要沟通一下感情。这样，你去忙你的，让我们俩单独待一会儿，说一说父子之间的悄悄话。爸，正好我要去打点热水。好，只能搁在这儿，不许动他，听到没？哪儿都不许去，就能在这个房间里。记好了，记着。什么蛋？什么蛋？蛋！我。Thank you.
那没事儿。手没事吧？是应该，没什么大事。我帮你瞧瞧啊。那个，哎，真没什么事儿。以前啊，还一直以为你不是真心的，我现在不怀疑你了。我觉得有爱心的男人特别棒。现在是真的了。不是，再过来吧。